要。卫兵，入侵者闯入高炉了。不计代价保护熔炉。
设备受损了，让那些垃圾破坏熔炉。我的火焰会烧掉你的血肉。熔炉过热了，笨蛋，要是让怒灵挣脱，我们的工作就毁了。怒灵挣脱束缚了，快点把它控制住。酋长，我们把它控制住了。不需要目标，不掉了，酋长，我们失败了。小小的胜利，但现在你们都得死在黑石山里的火焰里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火焰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守卫呢？把这些入侵者解决掉。哎，法兰，法兰佐科，机器卡住了。所以嘞，那就去修啊。我才不要修，上次是我修的。你敢去跟黑手说我们的机器停工了吗？哎，过来，进去把东西修一修。嘿嘿嘿，看来这一笔货物有点瑕疵了。磨成粉，先听我说，但晚点再相信我。不对，不是这样。
工作，你打断了我的工作。我的火焰，我要先找到目标。烧得太猛烈了。是猛兽，无可取代。现在那些攻击者在哪？我要他们去死，全部去死！我要先找到目标。来吧，正好拿你们的肉跟骨头，我们一起碾碎他们。其他人会为我报仇的。我拿不动更多东西了。轨道二来车，轨道一，轨道三，轨道三，特快车要过站了。
轨道二来车。轨道三到站，轨道一有车，特快车要过站了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特快车来了，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轨道三，黑手要这些货物送到塔拉多尔，马上去。绝不允许任何拖延，时刻表示上不是这样。耐心点，姐妹们，我们越早完成工作，就能越早打垮敌人。索尔卡，别让那些苦工的动作慢下来。非常乐意。马拉克，去把弹药装进主炮。没错。什么？列车误点了？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。来看看你把士兵训练得有多好，加兰。你这惹人厌的，哈，多么残暴，多么血腥，多么美丽啊。索尔卡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马上下去。别担心，我来了，看起来很有趣。姐妹们，上啊！我的血没有什么乐趣能比得上奋战至死。铁娘子都死了，他们可是我的爱将，找出入侵者，把他们给宰了。医生来了。Ah!
是你们？就是你们把我的铸造厂搞得一团乱，给我滚过来！我要让你们知道厉害！沟槽，把房里灌满。好温暖，好红啊！大酋长的武器，没有我们，大酋长会。